那这个东西呢，就是我们为蚕宝宝设计的家了。小房子总共有六个，它两边这个绿色的部分呢，是放了它的吃的。这个膏状的绿色物体呢，是由桑叶特殊调制的。成膜的话，我没有设，我没有那个这个，一个是哪两个膜的？是哪个？是 PVA 溶液和那个宝宝。航天员凌晨一点就起床了，为了第一时间的照料蚕宝宝，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的休息时间，然后第一时间把这个蚕宝宝一一打开，对地面的摄影机这个机位进行了展示。当时我们地下的这个飞控员都很激动。对，本来它定位在那，所以有事我就过来啊，我去酒泉，从那个电视里边，我还那个航天员挥手。告别的时候，打记者会的时候，看到你在那拍呢，已经是还看到我下巴纹了。这个转，他还知道自己在转吗？转还是知道，只不过是他。